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大家请坐。我们继续来学习正宗根本偈，请大家看《大乘无量寿经》第35品《俗世恶苦》第35。这一品经文呢，讲的是五恶、五痛、五消，是我们娑婆世界的现象。五恶呢，是讲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恶。造作五恶就必定有果报，果报有现世报，有来世报。现世的就是五痛，来世是五消，五消就是讲的是三途地狱的苦报。咁我哋五恶呢，已经将杀恶讲完了，现在呢，我们讲第二恶，是盗恶。盗恶是从盗心引发出来的。盗心就是贪爱，贪取的心。这种心如果是造作夺取骗取他人财物，那就是偷盗。那偷盗的恶业范围非常之广，我们希望能够断除盗恶，需要从念头上将道心去除，亦即是不能够有占人便宜的念头。如果是起心动念还希望占人便宜，道心没去除，那偷盗的恶就很难避免了。咁我哋将呢一段嘅经文先读一下。上一次呢讲到呢一条未讲完。咁我哋从头读一读，亦都係温习一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信法道，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危多端，转避中外，更伤欺狂。你先读到这里。前面一小节的经文呢，是讲道因，是世间人民不信法道，奢淫骄纵，任心自治。这个道的因，因就是道心，
贪淫、妄取。道法就是第二节的小的经文、啊、用什么方法来道呢？这里举出了是在位的人、啊、居上不明，在位不正。在位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祸国殃民、啊、这些都是偷盗的恶业。咁呢啲人除咗自己呀 啊贪取贿赂啊祸国殃民，唔单止仲要係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啊，诬陷啊，呢、这个陷害呀忠良嘅人啊、对于善良的人妒忌、嗯、黄念祖老居士的解释里头讲，如是恶人、啊、嫉妒贤者，陷害忠良、啊、为什么他会陷害忠良呢？他出于嫉妒心、啊、当看到良善之人、啊、他能够洁身自好，不做那些违法违理的事情、啊、那些恶人、啊、看到就心里面不舒服、啊、显现出自己、啊那种恶劣、啊、甚至呢他觉得忠良的人存在对于他就是一种威胁、啊、他就不能够、啊、随心所欲地去、啊啊、偷盗去行非法的事情，所以他就要陷害忠良了、啊、骗造种种的谣言来诽谤、啊、造谣生事，冤枉好人、啊、一定要将忠良的人、啊啊、赶走，甚至要杀害。咁呢啲人啊，黄念祖居士嘅解释讲啊，其人之言必巧佞不忠，阿谀取荣取荣，诽谤良善，妄陷人非，心口不仁。咁呢啲人一定啊，好识讲说话啊！呢度讲话心口各异啊，机危多端啊！佢心里边讲嘅，心里边谂嘅同讲嘅完全唔一样啊！心里边谂一套，表面上做一套啊！表面上咧啊，做到光冕堂皇啊，好似咧一个正人君子一样啊，口里边讲嘅都系所谓嘅大道理，而内心咧呢度讲话机危多端啊，啊机就系啊机心啊，伪系虚伪。啊、多端是、啊、很多那些、啊、鬼诈的、
啊，嗰啲巧计，目的就系为咗骗取自己嘅名闻利养。啊，对上位咧阿谀奉承，啊，取荣就系啊取得在上位嘅人嘅信任，同埋家长啊，得到上位人嘅赏赐同埋荣耀，完全系为咗名利。啊，对于良善嘅人诽谤、排挤、啊冤枉、啊诬陷，亦即师啊对呢段嘅解释讲话，既为患祸，患虚幻。啊，或系迷惑啊！佢用种种嘅巧计啊嚟迷惑人啊，伪就系、是、虚诈，讲嘅说话冇真实，巧设机关啊！《论语》上面讲啊，巧言论色。讲话好识讲啊，冇智慧嘅人听到啊就好容易受迷惑。吝啬咧系啊，佢表面嘅嗰种仪态态度啊，好识得阿谀奉承。啊，所以咧。好容易骗取领导的欢心，他好识顺从领导的意思啊。你领导即使做错了，他都跟住顺从，他完全不考虑正义，只考虑自己的名利。这些欺诈伪善啊，种种啊，这些恶行恶念累积下来，业就好多啊，这种欺伪多端啊，其实呢是自欺欺人。他以为啊能够欺骗人，其实是自欺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地鬼神对他的恶念恶行清清楚楚。啊，他根本没办法逃过鬼神的眼睛。啊，不能够逃过天地的监察，最后仲是有受果报啊！啊，所以啊，即使是天下的奸雄啊，到了阎王爷那里啊，根本冇办法子去申辩，因为阎王爷那个善恶录上面呢，将他一生的恶念恶行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自欺啊，这个是愚痴啊，糊涂啊，不明白事实的真相。真正明白的人，他知道根本不需要用欺伪多端
啊，嗰种虚诈妄取嘅手段嚟得到名利。点解呢？因为自己一生所得到嘅名利，系啊过去生中啊修来嘅福报啊。无论你呢一生如何用各种手段去巧取豪夺，得来嘅全都系你命中整定有。正所谓命里有时啊，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唔到啊！啊，好似做生意一样，做生意嘅人，有啲人赚到大钱，有啲人咧做得好辛苦，赚唔到咩钱。啊，咩原因呢？赚到大钱嘅人，佢有福报喎，前世佢收过财布施啊，所以呢一生佢无论经营乜嘢项目，佢都赚钱，命里面有财嘛。啊，好似李嘉诚，佢细个嗰时候啊，家庭好贫穷啊，佢嘅父亲啊，好早就过世。佢跟佢妈妈啊，同埋自己几个弟弟妹妹嚟到香港谋生，14岁就出嚟做嘢啊，自己冇读咩书，而且工作都好辛苦啊，但系佢命中有财啊，所以佢做乜嘢都好顺利。啊，做推销员，佢能够好快成为佢嗰行业里边嘅啊推销呢个业绩嘅第一。啊，人哋就做唔过佢，点解？命里边有钱啊，所以佢30几岁嗰时候认识一位啊看相算命嘅高手陈朗先生。啊，陈朗亦。前嗰两年先过世啊，原来都系听我哋师父讲经啊，听过好耐啊。李嘉诚系佢介绍俾我哋师父啊认识嘅。呢、这个陈朗先生咧，当时喺李嘉诚30几岁嘅时候，大家都好年轻啊，见到李嘉诚嘅样。就问李嘉诚：，哇，你以后想要赚几多钱先知足啊？先觉得够啊？啊，李嘉诚话：，我如果有赚到3000万啊，我就好满足啦。啊，陈朗先生啊，笑一下，话你唔止呢个数啊，你命里面有财啊，啊，个财富系满噶。陈朗先生讲俾佢听话，你将来系香港嘅首富。啊，后屘果然啊应验啦。啊，所以李嘉诚之后经常啊都啊有咩事请教陈朗先生。啊，呢个系确实啊好有呢、这个看相嘅呢种技术。睇得好准啊，所以一个人啊，一生有几多财富，佢出世嗰日啊，带住八字就出咗嚟啦。啊，无论经营乜嘢，佢都会赚钱。如果一生冇财富嘅咧，无论点样经营，都赚唔到钱。啊，如果系。用机艺、用机心、用嗰种啊伪诈嘅方式去夺取自己嘅利益，夺取得嚟嘅都系你命里本来有。你话你几冤枉啊？啊，仲做咗咁多嘅业，
而且会将自己命里面本来有的福报啊，大幅度折损。这个是冤枉啊。譬如说你命中啊本来应该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如果好好经营老老实实做人做生意，你可以赚到那么多钱。但是呢你偏偏要用那种机艺的手段用偷渡用偷税漏税，甚至经营非法的行业或者是杀生偷渡这些恶行。你赚得来的钱已经被折损了。可能你一世应该有一个亿的财富结果呢你只有1000万。你赚到1000万就觉得自己几了不起的。你看我靠这些先有本事赚到那么多钱。你不知道其实你命里面不止这个数。你如果好好经营你会更多。所以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的小人。君子做什么事情光明正大，如理如法。他命里面得几多少他就有几多少。他所得到的亦都拿出来贡献社会，帮助众生，那他的福报就更大了。越布施越多所以君子落得做君子了凡四训里面讲这个既得道德仁义，又得到自己的名利，相得我们说相赢如果做小人呢，他愚痴颠倒用那种非法的手段去赚钱，赚得来的命里面本来应该有，他根本不是他赚来，他根本没有赚，反而折损了又失了道德仁义，又失了名利，相失相亏这个才是太愚痴了咁佢之所以咁做亦都唔能够怪佢。点解呢？因为从世冇受过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佢就唔懂佢觉得人生嘅价值就係追求名利。无论用咩手段，只要追求得嚟就係本事。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价值观严重扭曲连学校里面教学生都是教他竞争争利这个西方教育就是教人去争跟东方不同东方是教人让谦让绝对不会争所以现在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他就要跟人竞争他竞争他自己痛苦他要烦恼对社会来讲是社会的危害对自己来讲要知道知足常乐。人知足才叫做富有如果不知足即使身价亿万都是贫穷。因为他不够我前两年
去参加，嗰时未出家，参加呢个海内外嘅呢啲传统文化嘅论坛啊，我讲课，讲完之后咧，啊，因为好多都系企业家啊，佢哋嚟听课，啊，听完我介绍啊呢啲啊传统伦理嘅价值观，同埋我自己啊点去修学啊。他们跟我吃饭的时候，啊，都很感慨，啊，说，哎，我们虽然啊，这个财富啊，好多个亿啊，但是呢，比起来说，我们啊，还穷过你。为什么啊？因为你已经够了，我们还没够。确实是啊，我都赚够了，我不惨了。咁我当然就俾你富有嘛，你仲要去赚钱啦啊，所以我好快乐啊，知足嘛啊，人生活嘅需求有几多咧？一日三餐，夜眠六尺啊，瞓个床咪六尺长咯。啊！你再多嘅未必系你嘅，你争翻嚟嘅、骗翻嚟嘅，其实可能仲系你嘅累赘，你仲要去打理，仲要去照顾佢，所以身家几个亿嘅人，佢就要考虑：哎呀，我啲资金啊，投到边度比较保险啲啊？啊！金融风暴嚟咗之后，我点办啊？啊！现在灾难那么多啊，啊，我的财产啊，怎么算？好多这些啊，忧虑烦恼啊，我没有这些财产呢，不用想了。啊，一个修道人啊，真是生活的需求越低越好，自在嘛，快乐嘛，啊！你睇下我哋一日就两餐，食嘅素食啊，好觉得食得好香啊，好美味啊，人啊开心嘅时候真系咬菜根都美啊，都有都美味啊！啊，人唔开心嗰时，好多忧虑烦恼嗰时候，食山珍海味啊，佢都唔觉得好食啊！所以食得饱啦，着得暖啦，有一个屋仔可以避下风雨，够啦！啊，剩余嘅时间精力放喺啊修道啊求学上面啊，呢个孔子讲嘅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喜悦啊，啊颜回啊，不改其乐啊，快乐啊，呢个系内心生起嘅法喜。啊！外边得到嘅物质需求满足啦，呢个只系一种刺激。啊，欲望得到满足啊，其实系一种咩咧？好似吸毒一样。啊，吸嗰时觉得啊飘飘然啦，好好啦，吸完之后就苦啦，更苦。欲望系无止境嘅。啊！你当下放下啦，你能够知足啦，你就快乐。啊！所以唔知足嘅人，永远啊活喺烦恼、忧虑、痛苦当中。啊！所以依家嘅教育啊，佢就唔着重呢一方面。
人灵性的提升啊，比那个物质的需求重要啊。现在的教育都不讲这些。就教人竞争，一味啊去追求物质享受。所以人自杀的就很多。香港基本上日日都有自杀。跳楼的很多。我的同修，在座的同修跟我讲过，他那间屋的隔离有跳个楼。跳完一个又一个。跳完的那个地方那个城都有跳的。那些鬼都要找替身。为什么那些人现在要寻短见呢？精神空虚，忧虑烦恼，精神非常脆弱。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教育啊失败啊。没有将人教好，所以他长大了之后，他不知道人生价值在哪里，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不知道。所以受到一些小小的挫折，他就去跳楼。有钱人一样会有跳楼。所以教竞争到最后使到人生活在痛苦当中。现世就有痛苦了，来世呢三恶道了。咁对社会来讲，人人都在争，要知道竞争啊升级啦就是斗争啦。你死我活的斗争，再升级呢就是战争。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咁就发生战争。咁依家啲战争不得了。用生化武器，用核武，是同归于尽的战争。所以现在教育教争利，后果是什么？死路一条啊。孟子两千几年前就跟我们讲好明白。上下交争交精利，其国危矣。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要争利，都要为自己利益损人利己的话，整个国家就危险，一定会有动乱。动乱点嚟噶？教出来的。你教啲人个个都争你，咪有动乱。如果你教人伦理道德，教人因果，大家就心安了嘛。所以一切嘅社会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嘅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提倡伦理道德因果嘅教育。这个是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我们希望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是最重要的方法。所以《礼记·学记》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人能够教得好，而且很容易教好，你不肯去教他，反而教他坏的，教他去争利，去纵欲，那他当然就变坏了。那现在社会个个都将自己的利益摆在
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啊，甚至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为了真理，心口各异，机翳多端，欺诈。啊，上下之间，领导人和下面的下属互相都会欺诈。啊，在公司里面，老板欺骗员工，啊，员工欺骗老板，各人都为了自己利益打算，这个公司企业怎可能经营得好呢？啊，所以要将自己的公司经营好，还是要回归到中国老祖宗的教导，用仁义啊，仁者爱人啊，老板要爱员工，领导要爱下属，咁先能够啊上下同心啊！我哋师父提倡将企业做成一个家呢个理念啊，企业家啊，将企业变成一个家啊，家里边有伦常嘅关系啊，有父子。有夫妇，有兄弟，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啊，外面的呢，有君臣，有朋友，所谓五伦，五种关系。啊，这五种关系，总结起来，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啊，父子有亲，这个爱的原点。父母和儿女之间啊，那种爱心是天性的，啊，不用人教的，一出世就懂了。啊，你看那些婴儿 BB 一出世，他对自己的妈妈，啊，还有妈妈怎样对这个 BB， 是不是爱？天性的爱。啊，这种爱心是我们最容易能够体会，啊，所以圣人教导我们将这种爱心保持一生不改变，并且将它发扬光大，啊，这个就是以孝道来和谐社会。人能够爱自己的父母，就能够爱兄弟姐妹。这种爱扩大到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爱心。啊，所以家里面的父子有亲，啊，兄弟有爱，啊，夫妇同心，啊，夫妇之间有分工不同，啊，所谓夫妇有别，别就是分工，啊，工作职能不同。啊，做丈夫的主外，主外是要赚钱要经营，这个是家庭的
经济来源。啊，做太太的呢，主内。啊，主内的重要啊，维持家庭的安定长久。更重要的是教育下一代。啊，孟子有所谓啊，不孝有三啊，无后为大。这个后是什么意思啊？儿女能够成全一个家的家督、家风、家业、家学，这个才叫做有后啊。啊，如果儿女不能够成全家道、家风、家学、家业的，就没有后了。能够生儿女未必是有后啊，儿女有道德、有学问、有本事啊，他才能够继承父业啊。这个要靠母亲，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工作啊，由太太负担。啊，所以主内比主外更重要啊！啊，有啲人听到啊，男主外女主内，好似觉得啊，呢个系歧视妇女啊，凭乜嘢要女人喺屋企啊？啊，男人可以出去啊？佢唔知道，喺屋企嗰个角色先最重要。呢个唔系重男轻女啊。倒过来讲是重女轻男，还有些道理。啊，为什么女人那个重要啊？啊，男人做的工作没那么重要。赚的钱赚得多赚得少那些不是好，没什么太大所谓。啊，赚得少就少吃一点。啊，大家知足常乐一样可以快乐幸福。啊，但是无后这个就大不孝。所以夫妇有别这个意思很深。啊，这种爱心啊是大公无私，为了家族，为了社会，能够牺牲奉献，这个是爱。啊，不是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自私自利就没有爱了。啊，咁对外的关系有君臣，君就是领导，臣就是被领导。啊，你踏入社会要工作一定要有君臣的关系。啊，一定有朋友的关系。君对臣要仁爱，臣对君要忠诚。朋友之间呢要讲求信义啊，诚信。这个最基本的。诚信都没了，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信任，就不可能和谐。啊！依家嘅社会诚信啊严重缺失，人与人之间连最亲密嘅关系都冇得信任啊！好似父子之间、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冇诚信啊，都互相欺诈。啊，不能够啊，坦白啊，开诚布公咁样去面对啊，去对待别人啊，总系惊啊，人哋会啊欺骗我，所以要防范啊，所以夫妇之间咧
都要那个洗脑的，都自己搞个群结，对方唔知道，这个就冇诚信啦。咁我哋要帮助依家嘅社会呢，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人哋欺骗，我哋绝对唔能够欺骗别人。人哋对别人冇诚信，我哋对人哋一定有诚信。我哋相信别人。自己亦一定要有真诚，要守信，唔好怕吃亏。有啲人听到哎呀，你讲嘅系好好啊，好有道德啊。但系咧，依家嘅社会你有道德嘅人俾人欺负，你吃亏啊。我哋怕唔怕吃亏呢？唔使怕吃亏。俾人欺骗，甘心情愿。点解呢？我哋信因果。要知道人哋嚟欺骗我嘅。佢点解嚟欺骗我？我肯定係欠咗佢。如果我冇欠佢佢唔会嚟呃我。我哋师父举出一个佢以前跟道安路法师学习嘅时候讲过道安路法师有一点非常之令人佩服。有一次我哋师父去见道安路法师。咁喺门口遇到一个人，正好从里面出嚟。我哋师傅认得佢。这个人系点啊？一定嚟呃钱。结果呢入到去之后问道安老法师，同佢问安啦。道安就问佢，话你头先有冇见到一个某某某人见到啊。道安法师话，佢今日又嚟呃我呃我钱我哋师傅问啦，咁你有冇俾佢啊？道安法师话：我俾佢啦。你睇下了不起，明知佢嚟呃，照俾佢。这个修养不得了叫难得糊涂呢种糊涂系智慧，佢明白你嚟呃我嘅，都系。因为前世我欠过你，如果我冇欠你，你唔会起呢个心，你就嚟讨债噶嘛。你嚟讨债，我就甘心情愿还俾你。一定有还清嘅人，绝对唔同人结缘。佢嚟要钱，你硬系唔俾佢，佢会结怨啊，佢有怨恨啊。因为点解？因为你前世欠过佢噶嘛。佢讨债讨唔过嚟，佢当然会有怨气冤冤相报，无完无了所以学佛人一定要睇得开，相信凡事都有因果报应被人呃都欢喜接受。前两年有一位企业家学佛的也都听经但是呢遇到考验确实他那个烦恼都会起来为什么呢？他被人做生意的时候被人呃了900万人民币900万这笔数不少他好嬲要打官司
起诉嗰个地方啊，佢嚟问我应唔应该起诉。我同佢讲话，如果你系真学佛嘅，就唔好起诉，算啦。啊，俾佢呃个钱就当报事。啊，佢唔忿气啊！啊，咁点可以啊？啊！我就讲俾佢听话，你就当系前世啊，你欠咗佢还债上啊。因为点解咧？佢既然能够呃你，而且呃到手啦，你肯定欠过佢噶嘛。你唔欠佢，呃唔到手噶。啊，佢仲系唔忿气啊！佢话我冇可能欠佢咁多噶、哦、啊。譬如讲话，我前世如果欠咗佢300万，咁我还佢300万得啦。佢依家呃咗我900万，我应该啊，起码我啊能够啊讨翻600万翻嚟啊。啊，我就同佢讲话，如果佢呃你呃多咗啊，真系把你呃咗多咗600万啦，唔紧要，将来佢会还你啊。啊！这个世界没人能够占到便宜，也都没人真正吃亏。你相信因果，你的心就坦然了。啊，好难得，后来他采纳了我的建议。啊，他不起诉。我告诉他，人一生的财富该有多少整定。你这一世有多少财富，前世布施得来。你这一世多布施，以后的财富更多。这边失去了，那边还来得更多。啊，果不然呢，他经营房地产生意。啊，结果他没起诉，第二年，哇，他那些开发的房地产好好卖，赚了很多钱。啊，远远超过他得到这笔数。啊，即系失去嘅呢笔数，所以人啊要睇开啲，啊根本啊唔需要啊为咗啲身外物咁计较。你想得福报就多布施嘛，多去利益众生，你嘅福报就大啦。啊，所以。我哋学佛人唔可以欺骗人，亦都唔怕吃亏。古人有句有两句话啊，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呢两句话我话第一句讲得啱，第二句唔啱。你仲有防人的心，你看你几辛苦啊！啊，这个境界不是很高啊。应该怎样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亦都不可有。啊，成日想着防人，你说你过得几凄凉呢？啊，晚黑还做恶梦啊，怕你那些财产被人骗走啊。根本不需要去忧虑啊，所以你的心自在啊，冇烦恼啊啊。咁我哋一生要选择利益社会嘅事啊，帮助众生嘅事，咩事业最好呢？就系帮助众生觉悟。宏法利生，护持正法，这个事业是最殊胜的事业。为什么？因为众生能够觉悟了，他就不会做恶业，没有做恶业，他就不会有苦报。这个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根本方法。啊，就教育啊！先头我哋讲啊，所有问题都出自喺教育嘅问题。
人点解冇幸福冇快乐？因为佢冇受过圣言教育，所以佢嘅观念错误，佢嘅行为错误。啊，错误嘅因一定招致错误嘅果。啊，所以个果报咧就唔好啊，就烦恼就痛苦。啊，所以帮助众生觉悟啊，呢个系对众生最真实嘅利益。啊，所以我就行呢条路啊。啊，呢个系我哋师父上人啊为我指出嚟嘅。啊，原来我喺大学里边啊系教金融嘅。教人怎样赚钱教到我最后啊都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我教人赚钱我自己都没赚过钱。你说我是不是还好意思说吗我虽然拿了金融的博士学位写了很多的论文做教授了为什么呢穷教授自己拿这些方法拿这些所谓的金融的这些投资技术去赚钱赚不到的。为什么呢你命中没有嘛。命里面没有的那些方法不管用没用。你看李嘉诚他又没有读金融博士。结果他呢人家赚大钱。命里面有嘛。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赚不赚到钱啊不是在你读到多少书拿到多少金融的学位写了多少论文懂得多少知识那些是表面的。真正是你内在的前世做的善因这世才有善果。所以我将这个工作教授工作我都不要了。辞了工作做什么现在来教还是教人怎样赚钱。我怎样教从因上去教。你想要得到财富的果你要去布施。要觉悟啊，得到幸福快乐啊，这个是真正有意义啊。他真正明白了，钱有没有对他都无所谓啊。他追求的灵性的提升，追求的觉悟。得大自在好似我依家好快乐我虽然基本上身无分文好快乐名下冇财产冇银行嘅账号但系咧，我喺生活受用方面唔会缺少。每日食得饱着得暖睡得安心舒服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头一睡到枕头上五分钟之内一定睡着好多人就不如我你看那些有钱佬晚黑还要吃安眠药才睡得着他就没我自在没我快乐我们无忧无虑所以最后这些财物根本对我们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不动心需要的时候做什么好事利益众生自然有人送钱来好似胡世释哉呢次清明嘅法会我哋去提议结果呢就
有企业家出嚟，整个法会千几万啦，有人出，做得好殊胜，真正帮助护世食在。我哋自己根本唔需要钱，有钱都系要帮助众生。呢边接受嘅供养，嗰边就攞出嚟啦。我系咩呢？喺边一个道场？喺嗰度接受道场四事供养。所谓是衣食这个衣物飲食卧具呢就是你住有间一个床一个床位瞓仲有医药有病的时候接受医药。佛当年僧团规矩就是接受这四种供养多余的绝对不可以接受。不可以有钱的。咁人哋有供养点办呢即刻攞去供养常住。印法宝流通。自己唔可以留。咁你有钱啊。虽然自己冇钱但你呀天下最富有。这个就是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当你放下贪欲你得财用自在。你不会缺乏。所以这些是传统文化教导我们。你睇儒家讲嘅君子无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所忧虑嘅係自己呀道业冇成就。绝对唔会呀担心呀衣食贫穷。所以头先讲嘅企业老板经营你懂得用家的理念对自己的员工伙计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去爱他们关怀他们他们对我们就忠心耿耿。稻盛和夫日本的企业家这点做得非常之好。他一世一世人经营三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非常成功。今年八十几岁身体就不错。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接受日本前首相的邀请不是邀请是启请希望他能够 接受日航的董事长的职务当时日本航空公司严重亏损差不多要破产这个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政府每年大量的投入贷款给这个公司但是都没办法扭转他们的亏损所以没办法了请了稻盛和夫出来稻盛和夫在一年之内将这个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是商界的奇迹称稻盛和夫为经营之圣
啊，经营上面嘅圣人啊，记者采访佢，问佢用咩方法嚟经营，佢话佢冇自己冇咩方法，佢所用嘅都系两千几年前中国老祖宗嘅教导，用咩？用仁爱。所以佢嘅经营哲学总结起来四个字：敬天爱人。天是天道，天道就是因果，敬天就是明信因果，又敬畏神，不敢作恶，不敢用机心，不敢用欺诈，知道什么行为都有报应。爱人用爱心对一切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员工所以他经营不是将公司的利益摆第一位，是将员工的利益摆第一位。所以上下同心这些都是老祖宗教诲我们。咁我哋再睇下边嘅经文，这个尊卑中爱更伤欺狂。一个恶人贪欲恃性，佢无论系尊卑上下，定系内外亲疏。一切身边的人都要欺诈。欺狂就是欺骗。狂也是欺骗的意思。他不知道做这些因将来的果报都是三途。欺骗得来的财富到最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连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一场空。所以何必要用这些机心，用这些欺诈呢？再看下面经文，下面一小字叫做欲贪忘身。亲为如痴，欲自厚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粉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里是一小段。亲为如痴，欲自厚己。亲为和愚痴是两种根本的烦恼，他们的根还是贪心，所谓贪嗔痴，欲自厚己就是贪心，损人利己。用愚痴和亲为助长自己的贪心，所以贪嗔痴三毒烦恼互相咁样去助长，慈性引发邪欲，邪欲就系不正常嘅欲望，不正当嘅欲望念念都为咗将人哋嘅财物夺取过来为自己所拥有。这个就是讲欲自厚己的意思。要知道欲望是无止境的。越贪得多越觉得不足。
啊，到最后啊，造恶多端啊，天理都不容啊，所以果报就是上天啊对他的惩罚。在前几年香港我们看到报纸上登一个消息，说一个逆子经常呢去赌博，赌输了之后呢就回来问他的妈妈拿钱，他妈妈一开始还给他，后来 不肯给了，结果这个逆子呢威逼他妈妈，结果有一次他去到他妈妈那里，他妈妈是住在一个高层的楼房，他就爬到上那个窗台，窗台没有栏杆，以死相逼，跟他妈说，你肯不肯给我，不肯给我，我就死给你看。你看用母子之间的亲情作为威逼的这种工具。这就是说的亲为如痴欲之后的事。如痴不知道报应。亲为是什么？他用那种亲为心来逼他妈妈，助长他的贪心。结果他最后在天台上一失手跌了下去。当然就即刻死亡。所以这个是上天收拾他。不知道果报那种惨烈。这个就是讲的五痛五消。现世这种痛。从这么高的楼跌下来当然是很痛。五脏都裂开。来世果报必定是地狱。所以贪嗔痴三毒烦恼我们不能够节制到最后咁就是自食苦果。而贪欲望是我们轮回的根本。我们为什么会来这个人世间投胎？因为有贪欲对于财物，对于身体对于这个男女的色欲，这种贪爱，所以先来到这个人世间得到这种五阴的色身所以会受到种种的苦难，所谓身为苦本欲为身本有身体你就会受痛苦，生老病死。为什么呢？你有生老病死的苦痛呢？因为你有身体你没有身体你当然不会有生老病死嘛那身体怎么来的？贪欲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永脱生死轮回
唔好再嚟六道里边受身，一定要放下贪欲。我哋师父常常教导我哋放下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十六个字一定要放下。咁你求生西方，先会有把握。呢十六个字如果唔肯放下，咁就好危险啦！好可能去唔到。点解呢？因为你有贪爱。古人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净土。我哋有贪爱就会嚟到娑婆世界六道里面受生。想要出娑婆，一定要将贪爱放下。用咩嚟放下呢？用念阿弥陀佛，念一句佛号，念到专一，一心咁样念佛，个欲望嘅念头就压住了，佢唔会起嚟啦。一路念到临终你一定往生。所以我哋想往生冇障碍，依家就要放下。喺大乘八个钟里面，讲义嚟讲，八万四千法门，净土法门是最容易受的。因为点解呢？佢唔要求你断烦恼。你想出三界，想出娑婆世界，一般的法门要求是断见思烦恼，这个不容易断。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品，我们一品都断不到。见惑是什么呢？五大类。第一个身见，这个身不是我。你将这个身当成是自己了，这个见惑。身见，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还有边见，边见是一对立，落两边。同人有对立。这个有善恶是非这些种种的执着，这个就见惑。还有见取见、戒取见，这个是讲成见。成见呢，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一般人都有成见。所以看人，见到他行善就认为他是善人，见到他作恶就认为他是恶人。其实人都在变化，不可以用成见来看人。一个人他虽然多年作恶，但是他如果学佛了，他接受了圣言教诲了，他回头了，这个就是善人了。不可以总是认为他一生都是恶人。终生作恶，临终回头，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不可以看不起人。邪见是第五种。一切错误的邪知邪见。
你睇下呢个五大类嘅坚惑唔容易断啊！啊，断咗坚惑，仲要断思惑啊！思惑系贪嗔痴慢疑，通通要放下，根断啊！你先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咁先能够出三界。我哋呢一生啊，可能冇咩指望啊！点办呢？大业往生啊！虽然冇断呢啲见思烦恼，但系只要能够把佢握住啊，唔好使佢起现形，即系唔好起作用啊！我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压住佢就得啊！大业往生，唔需要跟团啊！呢、这个要靠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嘅加持接引啊，嚟帮助我哋往生。所以呢个往生净土嘅方法最容易，最容易。其实都唔系好容易啊！要我哋努力，要放下先头讲嘅十六个字啊，尤其是贪欲，一定要放下啊！你能够放下啦，要知道你一往生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啦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地位啊？原教讲的七地以上的地位。这个地位很高啊。上面你看八地、九地、十地就圆觉了。就等觉就是妙觉。差几个地位就成佛了。圆满成佛。一般其他法门，即使你证得阿罗汉，靠自己的力量证得阿罗汉，你是阿罗汉地位相当于原教七顺位，这个地位不算高 你的七顺是十顺里面第七位，十顺上面呢有十住，有十行、十回向，然后到十地。阿惟越智菩萨是十地里面第七地，高过那个第七顺位啊，太高太多了。所以一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就是跟阿惟越智菩萨一样，你具足菩萨的智慧、神通能力，你能够即刻回来度众生。这个果报就太殊胜了，真是经常讲的不可思议功德之利，利益太大了，所以你这个世间通通放下了，你所得到的最圆满最殊胜的利益，你对现在眼前这些小利不肯放下，你就失去了大利，而且为了眼前小利，还要受无穷的痛苦啊！轮回是一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所以轮回业啊，千祈不可以做。如果我哋仲有放下，对于自己嘅财富，欲望都不能放下，呢个系轮回心，仲有呢对于一切人事物，仲有控制的念头，仲有占有的念头，仲想支配，
这个都是轮回心。轮回心就一定做轮回业。所以想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将轮回心放下，不要再做轮回业。你即刻就得到自在。所以我们要好明白我们这一生究竟为什么事、真正觉悟了，这一生第一个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再留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苦了，越早走越好。我就好希望早点走。对于生死一点恐惧都没有。所以这个月底27号我要去日本。师父呢叫我去日本讲经。当地太和正宗学会邀请。我们这次讲经的主题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还是讲无量寿经第六品。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化解灾难。日本灾难好多。现在政府他们都公开承认在未来短期里面会有大灾难。东京等地区都会有大地震，有海啸。政府叫所有的这些百姓做好避难准备。这种灾难可能是千年一遇的灾难，比去年311那个地震海啸还要剧烈。而且很可能就在4、5月间。所以有同修很多同修劝我不要去。连师傅都接到同修的启程，不要叫定盟法师去，那里有灾难。师傅就拿这些信件来问我，有同修的劝你不要去，日本有灾难，你想清楚。我就跟师傅报告，师傅，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师父笑着说，这样你就可以去了。但是呢，他说你自己去就行了，不要叫人去。因为人家未放下的，你叫人去到时他后悔怎么办？而且你怎样跟人家属交代？我就问师父，有些人很想去，灾难都不怕，一定要去怎么办？师父说这样要他写好遗嘱，写好遗嘱才可以去，跟家人有交代。所以我们有大概20多个人一起去，已经将遗嘱都写好了，想着一去不复返。不是去救灾难，就要去赴难。咁我哋有冇恐惧呢？一啲恐惧都冇，欢欢喜喜。如果真正有海啸嚟啊，好啊，念阿弥陀佛就往生啦，早啲去啊更好。我哋一坚信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我们心心念念就希望去往生极乐世界、啊、对于世间一点留恋都没有。咁、啊、有啲人问话：，喂，你仲年青啊？你将来有好大嘅使命啊，有任务啊，啊，你要宏法利生噶、啊。嗯，我点样回答？宏法利生都可以放下。啊，宏法利生比起往生净土嚟，边个重要啊？往生净土重要啊！你睇下《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亲口同我哋讲，啊，佢当时系法藏比丘，仲未成佛，啊，佢讲嗰两句话，啊，假令供养行沙城，不如坚勇求正觉。啊，假使你依家供养好似恒河沙咁多嘅圣贤，宏法利生系供养众生啊，发供养啊，啊供养佛菩萨啦、啊，啊，佛菩萨希望我哋去宏法利生嘛，所以我哋咁样去做，梗然供养佛菩萨。但系相比嚟讲，不如坚勇求正觉，往生净土就是求正觉，啊，坚定勇敢咁去求往生，呢、这个比供养恒河沙咁多圣人啊，功德重大。啊，点解呢？你往生净土之后，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嗰时候你可以化身无量世界啊！去宏法利生啊，何必要急急住依家去宏法利生？嗯，你往生之后嗰个功德同依家冇得比嘅。啊，往生之后就好似观世音菩萨一样，喺十方世界随类化生。啊，你想救自己有缘嘅众生？只要他能够接受你的教诲，你就能够化身去帮助他，而且你一定能够帮到他，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现在我们教人苦口婆心讲了很久，都未必人家听得明，想来听的人都很少。哇！你睇下我哋眼前见到嘅，坐喺呢个教室里面嘅二三十个人啦，唔容易啊！当然喺网络上会有好多，将来睇光碟嘅有好多，但系比起以后去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做阿惟越之菩萨度众生嗰个数目啊，冇得比嘅。现在道极都有限，而且人家未必是信服你。所以什么都要放下，连善事度众生的事都可以放下，一点执着都没有，唯有一个念头，一个愿望，早日去见阿弥陀佛，早日往生。咁依家仲未往生点算啊？仲未往生呢，就继续哇宏法利生嘛。咁咪逼不得已应该去做。呢个系报佛恩、报师恩、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我哋应该去负担起呢个宏法利生嘅这个使命就是身体留在这个世间一日，就这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几时阿弥陀佛看到我们恩怨成熟了，我们即刻走，绝对不会有留恋。
啊，所以四月底我是四月二十七号打同佢哋打个佛七啊，佛七当中每日讲四个半钟头嘅经啊，解行并重，凭阿弥陀佛嘅愿力加持，希望能够帮日本消灾免难。虽然我哋力量好薄弱，大概只有一百几人参加呢个佛七，但系我哋尽心尽力，相信都会有效果。假如救唔到佢哋咧，咁我哋就同佢哋一齐，去腐烂啊！好啊，我哋知道要去边度。假如我哋同呢个世界众生仲有缘分，阿弥陀佛佢会自然留我哋嚟嘅，落嚟嘅。咁我哋仲会平平安安翻嚟。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我。总之留又好，去又好，都系好事。好快喺五月初、五月上旬，如果我翻到嚟嘅，证明阿弥陀佛仲系希望留我，帮我留落嚟。如果走咗啦，咁我哋就极乐世界再见。你睇下，心几坦然，几自在，生死恐惧都冇啦。你话呢个世界仲有乜嘢令你恐惧？我哋学佛人要有呢种心态。咁你往生先叫有把握。呢个把握系你有坚定嘅信心，有恳切嘅愿望。欧益大师讲：信愿具足，一定往生。所以欲贪啊，彻底放下啊！心里边只有阿弥陀佛啊，只有极乐世界啊，只有啊为阿弥陀佛做事情。人仲未去，希望多大几个去啊！只有呢个事情要做啊！所以经文里面讲，欲贪多有啊，利害胜负，结粉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一个人贪欲炽盛，为了自己的利害去斗争。利害胜负就是去争利，去斗争，甚至生起杀害的心。所以同别人就会结怨结仇，结粉成仇，冤冤相报，冇完冇了。遇到前世或者今生嘅冤家，最后佢嚟报仇，使到我哋自己破家亡身，就家破人亡。而呢啲后果我哋冇谂到，所以仲要同人哋去争，去贪取，去偷盗，不顾前后啊！这个前后就是讲前因后果，不知道有因果报应，所以佢咁去做
在会疏里面讲的、这个是无量寿经的注疏，他解释说，前不顾是非，后不顾饥寒，饥饮亦前不顾名节焦残，后不顾鬼神铭记，或亦前不顾过业，后不顾来报。这个讲前后的意思讲得就很圆满了、讲了三个层次。前不顾是非，就是对于是非善恶全然不顾，不顾伦理道德，后不顾讥言，人家的讥笑，人家的批评，人家的指责，人啊为非作歹啊，一定会得到舆论的谴责，他不顾这些。而且他不顾名节焦残，名节是讲佛菩萨圣言，他们对于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非常清楚，我们没可能欺骗他们。佛在《华严经》里面跟我们讲，人起心动念一定是周遍法界。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宇宙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念头生出来的。人人真心本性是和诸佛菩萨一体，所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法身就是真心本性，同一个真心，真心无念，无念头，无造作。而凡夫呢，真心里面呢，就会起念头，起念头是妄心，虚妄的心，所以真心好比是太空，这个天空，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了云彩，妄心好比云彩，所以云彩没有离开天空，所以妄心也都没有离开真心，所以妄心的造作，证得真心的人够很清楚，诸佛如来他证得自己的真心，所谓明心见性，所以他对一切凡夫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他清清楚楚，因为众生起心动念没有离开真心，没有离开诸佛如来的真心，亦是凡夫的自己的真心，同一个真心，而我们凡夫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起种种的恶念，以为人家不知道，在独处的时候，在暗室的时候，他做种种的恶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他自己骗自己，其实十方诸佛如来一切的极乐世界的菩萨，
所有嘅呢啲佛菩萨通通都知道，根本系呃唔到佢哋啊！啊，所以你睇下，去咗极乐世界嘅人，阿惟愚智菩萨，天眼洞视，天耳窃听，啊，十方世界任何众生，佢做紧乜嘢，讲紧乜嘢，啊，心里边谂乜嘢，佢都清清楚楚。啊，所以啊，我哋读到《无量寿经》呢啲经文啊，汗毛都动得起啊！啊，仲敢去作恶啊？更何况仲有天地鬼神喺度监察啊！鬼神都有五通啊，所谓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啊，他心就系人哋谂乜嘢，我知道。他心，啊，仲有啊，神足通，啊，佢有神通，佢可以变化，啊，仲有宿命通，啊，你前世做乜嘢，佢都知道。天地鬼神对我哋嘅种种行为，佢都好清楚啊！啊，佢甚至要记录落嚟啊！到咗我哋死嗰时候，啊，佢要嚟审判啊！好多宗教里边讲啊，神要审判世人啊，讲得好啱啊！啊，佢攞乜嘢嚟审判啊？攞呢个人一生嘅行为啊，你做咩善事咩恶事，一生嘅善恶决定佢来生要去边度啊？去天堂定落地狱啊？定还是做人？呢个阎王爷佢会审判啊！啊，所以我哋懂得呢个道理啊，点可以啊敢做恶业呢？仲有下面讲嘅，前不顾过业啊，后不顾来报。过业。是过去的所做的业啊，前世的这些业啊，后面的来报是未来的果报，这个讲三世啊，三世因果他不顾得上，所以他敢去做恶。在《敏报十二》这本书里面啊，这本古书记载了很多因果报应的事实，讲的是唐朝一个故事啊。唐朝在并州文水县有一个人叫李顺啊，他是做官的。有一年的冬天呢啊，他骑着一匹这个红色的马啊，毛是红色的，好像赤兔马一样啊，红马。呢匹马呢仲有一个小马跟住佢啊，啱啱出世冇几耐。咁佢骑住呢匹马啊，就喺度赶路啊，要返屋企。佢从可能从上任嘅地方啊返去呢个自己住嘅地方啊，自己嘅家乡。咁结果呢当时冬天啊，风雪好大啊，佢咧行咗十几里路啊，嗰匹马就行唔喐啦，唔肯行。于是咧，呢个李顺啊，就攞鞭啊，搏命抽呢匹马，抽咗几十下啊，呢匹马都唔肯行啊。最后咧，竟然啊，呢匹马就攞人声啊
嚟讲话。啊，佢话我系你嘅妈妈，因为我生前啊，为即系背住你嘅爸爸啦，偷咗啊啖几嘅米啊，啊送俾你嘅妹妹啊，即系自己嘅女啊，冇经过你爸爸同意啊，呢个偷盗，结果咧就获咗呢个报应啊，呢一生啊要做马嚟还你家嘅啊债啊，然后咧讲话旁边嘅呢匹小马就系你妹妹嚟嘅。啊！你母女两个啊，都已经过咗身，结果咧投胎做马啊，还债啊！呢、这个李信听咗之后啊，当时就好悲痛啊，于是咧就将呢匹马身上嘅嗰啲嘢啊，就解咗落嚟，自己嘅担住啊，然后对呢匹马讲话：，既然你系我妈妈。咁你识唔识得翻屋企嘅路啊？于是呢匹马咧就自行啊去行，竟然揾翻屋企。啊，嗰匹小马跟住。啊，于是李信咧翻到屋企之后啊，就啊对呢匹马非常之照顾，啊，好似对自己母亲一样照顾呢匹马。啊，每日啊都用最好嘅饲料啊嚟。养呢匹马啊，而且咧经常啊，请出家人去做佛事啊，去超度呢匹马。所以你睇下前世啊欠咗呢家嘅债啊，下一世做牛做马都要嚟还。咁呢匹马算唔错啊。啊，揾到一个学佛嘅家庭，啊，算系比较好啊。如果系嗰个家庭根本唔相信嘅，啊，可能攞个鞭啊搏命抽死佢啊。结果呢匹马佢自己知道，含冤而死都有可能，啊，俾自己嘅仔可能打死。啊，所以恶业点可以去做啊？要谂到有前世，有后世。啊，今生欠人嘅债，来世都要还。啊，呢个系欠咗自己夫君啊，啊呢啲小嘅债务啊，唔系好多噶咋。啊，呢、这个都算偷盗。假如话欠咗一个国家嘅债，啊，你嗰啲官员啊，收受贿赂，欠咗一个国家人民嘅债，佢点样去还啊？真系生生世世做牛做马都还唔清啊！咁佢呢个系啊呢、这个母亲啊系偏爱偏心啊，对个女儿特别偏爱啊，所以偷屋企嘅呢啲米啊嚟供养。我哋依家睇嚟好正常啊，其实呢个都系有过报啊，所以对父母对儿女都要平等。唔可以偏爱啊！对任何人，我哋都要用平等嘅爱心啊！所以如果啊有贪爱啊，甚至要争利啊，去斗争，最后可能得到两败俱伤。啊！而且系咩咧？最后都要落三途受报啊！呢啲果报
如果我们不懂得还要去做这个恶业，那么将来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明白这些道理了，一定要断恶修善。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呢，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多谢大家，阿弥陀佛。